公民黨主席、資深大律師梁家傑話：相信國安法規管嘅範圍較基本法23條闊，形容係加辣版。呢個國務院嘅文件咧，基本上當佢係闊過23條都冇乜錯噶啦。佢而家係唔使受即係一個公開嘅深讀程序去規範同埋咧限制噶嘛。佢基本上就係佢可以。即係用佢嘅方法幾辣有幾辣，譬如有議員訪美咁啊，即係議會交流啫。佢會唔會話你就係建立聯繫呢？都係想即係大家做即係獨孤精啦，即係你辣，即係直情唔好牽涉任何國際上嘅聯繫，即係差唔多係走翻去閉關鎖國